那是我的三明治哎！房间你很吵哎！谁叫你要随便拔我的三明治？奇怪，小心！哎，我是真的猴子哎！好酷啊，长得跟小新一模一样的猴子！哪里像？长相啦，长相！讨厌，你现在还有心情做这种事啊？小白，气死我了！我不管小白了，他的个性到底是像谁啊？嗨，大姐姐，跟我骑着爱的脚踏车冲向两人的终点吧！